几点了？到点了。到、哦、了。嗯。代表不准。正好。那不等那没来的了。哎，到哪儿了？得了。对。给您唱个小段儿，《隋炀帝下扬州》。这只牛落在了庄稼人
阳帝下扬州，开书之前呢都得先唱个小段。咱们接着昨天往下说啊，昨天又来了啊，又没来了啊。这个昨天说到杨小姐私改金牌，吏部天官杨吉凤仁宗驾前辞职的时候啊，宋仁宗赐给他一道金牌，上写五个大字，由人不由命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时候你回来做官由着你，哎，由人不由命。这是宋仁宗啊，这是就喜欢这个大臣啊，杨吉凤。闺女呢觉得不对，给改了，改成由命不由人。老天官很生气啊，父女两个人就吵起来了，争执起来了。父女两个人的脾气啊都一样，闺女随爹，老头脾气倔啊，闺女也倔，谁也不让步。后来老天官就问他闺女，儿啊，到底是由人还是由命？你如果说由人，为父给你许配个王公贵族啊，日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如果你坚持说由命也罢。来人呐，杨忠来了，老家院杨忠到大街之上找一个花郎乞丐讨饭的花子。找的这个乞丐不是旁人，王环儿啊，王环儿到苏州城啊，这个讨饭，在先三贤庄啊待不下去了，怎么呢？从小啊不爱叫爹不爱叫娘，12岁那年叫爹爹死，叫娘娘死，见到四邻他叫个大爷，哎，老头就死了啊，害怕啊，在三贤庄啊这个讨饭。逃犯呢后来也有主意啊，这个都不敢叫他，然后做完饭就给放门口，关上大门他吃啊，所以呢就这么着。长到19岁，后来想不能老在这儿混了，得上苏州城看看去，听说苏州城热闹，来到苏州城了。正赶上杨忠啊到这大街上啊找这花子，就把这王环叫到府里来了。杨吉凤问闺女，儿啊，看见没有，这就是要饭的花子，还不改口啊，以后你就跟他过去，你就是要饭的贫婆。杨秀英啊心里难受，眼泪在这个眼眶里边打转，嘴上还不改，别介，就是由命好，就是由命，你们二人出府去吧。一挥手，杨小姐扭头拉着王花就走。老天官心里头也难受，多多少少的有点后悔，可是事到如今掐火掐到这儿了，也没有台阶下，走吧。夫人杜老太太心里更难受了，一边是自己的丈夫，一边是自己的女儿，俩人呢脾气都倔，谁也劝不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太太暗自垂泪啊，拉住女儿秀英啊，跟你爹说两句好话，说两句好话呀，气儿消了就得了。杨秀英脾气倔，不，我就走。怎么办？老太太从怀里头掏出一锭金子一锭银子，儿啊，这个先拿着，无论到在哪儿有了落脚的地方给我捎个信儿，我打发家人给你送吃的去。老太太心里难受吧，也没办法啊，小姐跟王华就出府来了。走在这个大街上，王华事到如今还蒙着呢，心中这是怎么回事啊，想不明白。我到苏州我要饭，有一个人请到府里边给了我一顿吃的，吃完了之后给我一媳妇儿，
这苏州人太好客了。哦，还是不明白。俩人呢往前走，偷偷的看这个杨小姐，瞧，长得真漂亮，如花似玉，跟在三贤庄看的那些妇女不一样。三贤庄每天他们都打鱼啊，晒得黑，长得也丑，今天这个怎么那么漂亮啊，大家闺秀啊。但凡是男的呀，都有一个心理，如果这女的长得太漂亮，男的总有一种自卑的感觉，不敢跟这个杨小姐一块走啊。一看人家那么漂亮，我这要饭的破衣阑衫啊，拿着一根棍儿啊，拿着这要饭的工具，拉开距离，往我打前面走，小姐跟在后边，两个人呢也就隔着五六米。猫儿怕走快了，小姐呢赶不上他，走一走停一停，走一走停一停。哎，小姐琢磨，你怎么不等着我点儿啊？那年头女的是裹脚小脚，不等着我点儿啊？后来一想，哦，知道了，这是不好意思的呀。啊，那么着吧，我把这个首饰什么都摘下来，头上那簪子呀、花儿、金花什么的、镯子什么都摘下来放兜里头啊。就这么着，两人走走停停，就来到了三贤庄。推开门，小姐来到院里一瞧啊，太破了，没见过这个呀。啊，那天官府那是什么样啊？高楼大厦呀，那是，嗯，绣房绣楼。一推门一瞧，农家院太破了啊！农家院不是延庆啊，农家院啊太破了，土房子，一明两暗。那一明两暗呢，中间是个客厅啊，就是也没什么，就是几张桌子啊，几把椅子。东边一间屋，西边一间屋，里边都是土炕。想当初有爹娘的时候啊，爹娘住在东边这屋，东为上啊，上房，哎，东边这屋。王华呢就住西边这个炕上，现在爹娘没有了，他还是住西边，东边空着呢。杨小姐一瞧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，这是屋里边破破烂烂，渔网渔包，打鱼的家伙，渔网渔包啊都挂在那儿。坐着歇会儿吧，坐在炕上。王华一瞧小姐坐下了，嘿，问你事儿，问你事儿，你干嘛跟我到我们家来呀？他现在还蒙着呢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小姐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吗？我爹爹把我许配给你了，许配给我了。”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咱们两个人是夫妻了，以后过日子呀，过日子。嗯，好吧，啊，那你就坐着，你坐着。小姐说：“我别坐着呀，我别坐着呀，我事到如今我还饿着呢，走了半天了，我没饭吃，你给我弄点饭吃啊。”王华一琢磨，弄点饭吃，他也不会做饭呢。从小就是要饭啊，吃饭了，到吃饭的点儿了，站大街上，我吃大饼卷鸡蛋都害怕啊，都家家户户做大饼卷鸡蛋放门口，关上大门他吃去。为什么？你不能让他叫二大爷，哎，那二大爷就死了，知道吗？叫谁谁死，他是真如天子啊。王华说：“你要饿了，我出去给你叫饭去。”所以说你叫饭去，你上饭馆？不饭馆，我大叫一嗓子，想吃什么有什么。小姐说：“那不行，咱不能老吃别人的呀。这样吧，我这儿啊，有点钱，你拿这钱呢，到大街上买点东西去，这样多买点儿，什么鸡呀、鱼呀什么的，好吃的那些东西。咱趁此机会啊，把村里这些三老四少请来，就给咱们两个人完婚了，啊，这个意思。”王华说：“好吧。”就拿着这个钱就出了门了。杨小姐在家也不闲着啊，给收拾收拾，
你想啊，家里没个女人呐、啊，这日子就不像个样，被窝也不叠，哈、啊，衣服都乱的、脏的，屋里头乱七八糟，啊，女人就是勤快，赶紧打扫打扫，归置归置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王华买回来了，啊，又到外边抱了几捆柴火，来到厨房做饭，做饭。做的差不多了，把这个村里这些个老人们都请来，啊，大伙儿也都帮忙，啊，你赶紧的，院里垒个灶，啊，就炒点菜什么的。也就是等于今天两个人就成婚了，啊，村里人觉得纳闷儿，你这小子太有福气了，从小要饭，啊，12岁的时候叫爹爹死，叫娘娘死。后来大伙都管着他，想吃什么给他做什么，上苏州要饭去吧，哎，得一媳妇儿回来，太好了，这打这开始两个人可就一块过日子了。后来杨小姐一琢磨呀，不能坐吃山空啊，两个人得干点正经的事情啊。王华说，我是什么都不会啊，我就会要饭，还要饭不行，嗯，咱这儿不有渔网渔包吗？想当初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打鱼，那咱们也打鱼。王华说打鱼行，我没打过，啊，我不会。小姐说不会，咱学呀，是不是？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，咱学呀。王华这个人，别看是平时游手好闲，可是呢，一点都不笨。慢慢的学就学会了打鱼了，他打鱼啊打的还多，别人一撒网拉上来啊，不是皮皮虾就是那泥鳅什么的，他一撒网拉上来全是大鱼，怎么呢？啊，这他是真龙天子，一打鱼那龙王啊害怕，赶紧给他轰鱼，这是笑谈，其实人厚道啊，好玩，打鱼。卖鱼的时候跟别人也不一样，啊，撑在这儿了，谁买鱼自个儿撑，自个儿撑，钱自己往这儿放，多了您自个儿找，他从来不看。别看这样，他不吃亏，越这样啊，生意越好。后来这日子是越过越好，越过越好，啊，原先是要饭，现在来说在三贤庄不数第一也得数第二。这日子慢慢就好了。到了后来，杨秀英给他生了两个儿子，啊，大胖小子，所以起个名吧。王华说：“我也没什么文化，一个叫梁，一个叫祝，啊，就希望以后结结实实的，一个叫梁，一个叫祝，啊，孩子都会满屋跑了。”一晃就是10年，10年的工作。这一天，王华打鱼回来。媳妇儿就说了，我说夫君呐，咱们家最近这米面油盐呐也都少了，你也最好卖鱼的时候啊顺便买点儿那些应用的东西来。我说买什么呀？能买什么呀？买点糖，买点鸡蛋啊，买点油，买点醋啊，之后呢再买点相应的东西，相应的东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该换季了，买点应时当令的这种东西啊，夏天了扯点布回来呢，给孩子做点衣裳，媳妇是那么想的。王华不明白，就记住俩字儿，相应，俩字儿相应，买相应得了，甭管了，挑着这鱼可就奔了苏州城了，啊！奔苏州城啊，上一回他讨饭的去呀、啊，走了2天，怎么走2天呢？他不认识道，头一回去，而且是要饭，一边要一边去的，啊！其实一点都不远，苏州城城西门4里地就是三贤庄，他不知道他绕着走的，走的是北门，绕一大圈走2天，啊！当然后来卖鱼的知道了很近呢，不到半天就到了，走西门挑着鱼就进了西门了。一进西门
路边有一个小饭馆儿。这个小饭馆儿啊，每次买鱼都买王环的，说买个公道啊，不少给，还便宜，人送外号公道佬，说的就王环。这天呢，可能是这个酒楼啊，可能办宴席不够了，那鱼站门口等着，怎么还不来这卖鱼的？一瞧王环来了，哎，来来来，王老板，王老板，您可来了，又怎么了？办宴席啊，这鱼不够，您这是多少啊？我这两筐都要了，都要了，高兴啊！这一进城就卖了，好，这都卖了。临来的时候，媳妇儿给了他十两纹银，揣着。卖完这鱼也没什么事儿，吃点饭，吃完了溜达溜达，买东西吧。啊，走大街上就想，我买什么来着？买什么来着？鸡蛋、白糖、白糖鸡蛋、鸡蛋白糖，这还后边还有什么来着？香应。忘了，忘了买什么了，就记住俩字：香应。香应，香应是什么呀？问问吧。有摆摊的，有开店的，您受累，您这儿有相应的没有？没有相应的，往前又走，碰一开店的，您这儿有相应的还没有？碰见卖布的，您这儿有相应，我这儿没有。碰见弹弦的，您这儿有相应吗？有。弹弦说：“我这儿没有，我光会弹弦。”这怎么办？这个，往前走吧，一边走啊，一边琢磨什么叫相应，什么叫相应。正往前走，就发现在十字街头围了一群人，中间有个老头啊，吆喝买香蝇。哦，买香蝇，香蝇有了，我过去瞧瞧。王华要过来瞧瞧，那么有人说了，这个老头是谁呀？不是旁人，八王千岁赵德芳。那位说了，八王千岁不在东京待着，怎么到苏州来了？有个原因。这一晃就是十年了啊，加上王环这岁数，您琢磨琢磨，好几十年了已经。八王千岁没儿子呀，生意王环不是流落到苏州了吗？生意肉了没，跟前就是四弟仁宗。仁宗继位之后，仁宗没儿子，那个年头皇上三四十岁就得立太子啊，因为皇帝活的岁数都不大啊，三四十岁就得立太子。人都没儿子怎么办呢？着急呀。八王千岁也没儿子呀，他不知道这个有王华这回事儿。后来军师苗广义给他算卦，算出来你在江南苏州有一个皇儿。八王很高兴，哎呦，我有个皇儿，那大宋的江山有人继承了，那我怎么能找到这个孩子呢？苗广义啊给出一主意，说你这么着，私访，乔装改扮到苏州私访，而且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得自卖自身，自己卖自己啊，不多不少十两纹银。如果有人买你，买你的这个人就是你的皇儿。八王千岁很高兴啊，在府中换好了衣裳，头戴元带金，身穿对花裳啊，香色的中衣，足蹬一双洒鞋，也没带任何别人啊，因为他私访嘛，不能带很多人，带一个小黄包袱。包袱里边放着什么呢？有几道空白的郡旨，皇上那叫圣旨，八王千岁是郡旨，空白的啊，到时候要有旨意写，写完了一盖章，哎，这就生效了这郡旨啊。还有一颗夜明珠，有一大印，八王千岁的大印，放着点银子啊，散碎银两，几件衣裳，也就这个。背着这个黄包袱就够奔苏州而来。八王千岁到在苏州，先找个店房住下。他想自卖自身，我怎么卖呀、啊？
这得有个招牌呀、啊，这个有对不对？有个什么幌子之类的，我也没做过买。八方千岁他整天在宫里边，他哪吃点这个呀？得了，我写个布告吧，找了一块布，提起笔来写布告。老夫出荆门，步步往南巡，只因吴有子自卖自己身，买者为子，卖者为父，银十两。这是大字，下面有小字，仔细的介绍我住在哪儿。我家住东京汴梁，就随便编吧。编东京汴梁金狮子胡同，金狮子胡同其实根本就没有啊，他哪知道什么胡同？他住在八王府，他能写吗？金狮子胡同啊，后边就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小字儿啊，布告写完了。八王千岁拿着布告走在大街之上，心说：我也没做过买卖，常听人言做买卖在吆喝啊，这吆喝这卖包子的清真的跟汉民的还不一样，这个不能学的，没错。还有个捧哏、哦，这还卖青菜的不一样哦，这都不同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得吆喝吆喝，吆喝什么呀？嗯，想起来了，在府中聊天的时候啊，底下人跟老王爷聊天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说民间呢，这个便宜就是相应，相应这俩字就是便宜的意思。现在河北、山东一带还这么说啊，相应占了相应的就占了便宜的。老王爷一听，哦，相应。现在就想起来了，相应哦，我要卖相应，这挺好，自卖自身嘛啊，卖相应这是个便宜呀、啊，那、啊、怎么便宜啊？你要买了我大宋的江山都是你的了，难道不是相应吗？走在大街上，背着包袱啊，拿着这幌子，卖相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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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卖相应。苏州城老百姓不知道啊，什么叫相应啊？哦，过来瞧瞧吧，呼啦超都围上来了。老王一瞧人来了呀，他也懒得吆喝了，就把这包袱往地上一放，自己坐在那儿。原先这个布告啊，他是打开就这么拿着啊，后边有个棍儿这么挑着，一瞧人来了，就把这布告卷起来，就放在地下了。买香烟，大头强，买什么香烟？有人说了，是不是卖鹰的？我看不像啊，这老头长得也挺好，平头正面啊，面如古月，虽然说是皱纹堆垒，可是特别的慈祥啊，雪白的胡须飘洒在胸前，这是谁呀、啊、看这个穿着打扮也不像一般人的，透着就是那么尊贵啊，是不是唱戏的呀？这个那架子往那一端都不知道，议论纷纷，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，众人正在议论呢，来了两个人，谁呀、啊、一个叫张四杰，一个叫邱廷弼。这两个人呢，其实就是小混混，在衙门里头当差啊，就特别坏，就是这个苏州城街面上大小的事情他们俩都得掺和掺和，就这么俩人走在大街上，一听有人卖香烟，香烟。张四杰这个人呢，读过两天书，哎，认识点字儿啊，说话呢稍微文明一点。邱廷弼不一样，大字不识一个啊，说话粗鲁。哥，卖香烟的，卖什么香烟？卖银子吧，咱们哥们瞧瞧。张四杰，不是不是，我买过，看不像。咱过去问问去，闪开闪开闪开！众人一瞧他们来了，赶紧闪开了，惹不起呀、啊，闪开了。张四杰一瞧，老头坐在那儿，坐着一个黄包袱皮儿，有个布告卷着。老头，买什么的？啊？买什么香烟？买烟的。我们哥俩玩过鹰，黄鹰、药鹰，苏州做的，卖给我们两架。老头说不是，上说什么？把我见他一琢磨，这比城管还厉害呢。哎，老城管，
上会了吗？王老爷也懒得跟他置气，所以地啰嗦了，说着话把这布告就打开了。张四杰一瞧，嗨，卖爹的，卖爹的，这不倒霉吗？这不是，一拉这个邱廷弼，走，去了就走。邱廷弼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别走啊，这卖什么呢？这是兄弟，赶紧走，这你不买谁说的？我买，我有的是钱，钱多少你也不买，谁告诉你的呀？卖什么你告诉我呀？你就别问了，咱俩喝酒去，别去，你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呀想独吞是不是？哎，怕我占了便宜，没事就把我支走，自个儿拿钱来买。张子杰心说，这哪儿的事情啊？这是根本没这么回事儿。兄弟，你就别问了，我要说出来，我要念出来，你得揍这个老头。邱廷弼说，揍这老头不可能啊，我不揍他，我脾气好着呢。张四杰说，非得让我念，你念你我听听。好吧，张四杰这才跟邱廷弼说，贤弟，听我对你念上一念。一日三餐殷勤的侍奉，铺床叠被带到身上，稍有一点儿我要不同意，送到了当堂，大胖子问对你得应承，有人要买快点买，买到家去，准是个响应。
常言说没有妻妾买妻妾，没有儿童买儿童，谁见过花了银钱把爹买？哎哎哎哎哎哎，分明是欺负我苏州老百姓，你也卖来我也卖，老爷说你也卖啊，我也卖声，闪开闪开闪开，谁来了？各位，王环来了。王环吃完了饭，揣着银子走在大街上啊，跟咱说了，看见一群人，这干什么的呀？不明白啊，一听要卖香油，闪开闪开闪开，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，他这一嚷嚷，苏州城啊街面那人大部分都认识他啊，做买卖公道吗？黄环又黄环来了，黄环来了，张四杰、邱廷弼两个人也认识王环，一瞧哦，王环来了，哦，张四杰、邱廷弼俩人一对眼儿，有主意了，怎么呢？要干坏事儿，俩人坏事干的太多了，干坏事儿啊不用商量，一对眼儿，哎，心照不宣就明白了，怎么呢？他要坑这王环啊，王环过来过来过来，张四杰把王环叫到一边，干嘛来了？我这卖鱼来了吗？卖完了卖完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那什么，我买点东西。买什么东西啊？我媳妇说让我买点米啊面的油啊盐之类的，让我买点香油。买什么？买点香油。行，来，对了，这儿有卖香油的，有卖香油的，哎，不贵，十两文银，带钱了吗？带了，我媳妇就给我十两银子，拿回去。王华实在呀，啊，把钱给他了。张四杰找了一张纸，刷刷点点写了一张合同，王华摁上手印，又把这纸拿到八王千岁这儿，八王千岁也摁个手印，买卖就成了。又把这十两纹银就给了这个八王千岁了，张四杰、邱廷弼俩人扭头就走了，王华站在这儿他就愣了，嗯，香油香油在哪儿呢？一瞧这儿坐一老头，那个我那香油在哪儿呢？八王千岁定睛观瞧，一瞧王华长得确实有福相，心说难不成这就是我的皇儿吗？儿啊，王环懵了，叫谁呢？
叫你呀、啊。不，你这老头你太不讲理了，买你东西你还占便宜你。你说相声的吧你。儿啊，来背为父回家。王婆还是不明白，你怎么了这？您是谁呀、啊？我那箱子在哪儿啊？旁边啊，有那多嘴多舌的，就告诉他了：十两银子，你买的就是他，就是老头，老头就这箱子，自卖自身银十两。王婆这才明白，哎呦，这不倒霉吗？媳妇给了我十两纹银，回家没法交代呀。再说买个爹回去，那人家笑话我呀，我怎么说呀？这个，哎呀，王婆难受啊。可是这合同啊，已经写完了。你就得买呀、啊、你这个。王华一想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个特异功能啊，新词特异功能，怎么的，叫谁谁死。对了，他不是买我，我买他吗？他是我爹，我叫他，我一叫他，他一答应他就死了，叫死就完了。嘿，主意有了。那如此说来，那我要叫你一声父亲，你敢答应吗？那有何难呢？尽管叫我。王华一听啊，好，哎，你要倒霉，你要倒霉。这是我要倒霉。王华第一个声音叫了一声爹。就看八王千岁眼前发晕，直冒金星，不知八王千岁性命如何，咱们下回再说。